我是蔡松云，我是武术运动员，曾经拿过世界武术冠军和亚运会冠军。这两个比较大比赛，然后认识王文雄老师过后，两个字能形容王文雄老师，我自己很佩服，两个字很佩服王文雄老师。上了他4天课过后，也看了很多影带录像，感觉到。我们都是很坚强，可是有些人就比我们不幸的人，他们都能做到，而且我们还没有尝试过那东西，所以我在想，我往后的人生就要多尝试一些新东西，然后改变自己。像王文雄老师，跟我们一起玩那个，rappelling 单手也可以下，我也没有想过单手可以下去，所以真的是意志力很重要，然后而且相信自己可以做到。